妈，我明天要回台北了。阿杰啦，莫回去哦，老大家妈妈拜托人去找医生，找上好的医生，我陪你斗阵治疗，咱斗阵好起来，我一定让你恢复正常的，莫回去台北好不好？妈，明天要回去哦，后摆过来佚佗。 这是当做伙方块事，得当去，甲你找人食，我搁要做饼，我甲你送啊。多谢阿伯。小邓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囝要转去啊呢？你半句话就无要讲，也无要陪伊斗阵处理问题。伊是你的囝，大孙呢，敢讲你目睭金金要看伊愈行愈远，行到胖进去，咱两个拢。 会到我家都倒房啊！是我对不起祖先，无生一个囡仔来团宗接代，我阿杰，莫听你老爸多讲笑话，你是妈妈的心肝宝贝，你妈袂插你，妈妈袂放弃你。 你笑的，我拢莫插你啦。妈，爸的心情我会当体会啦。这代志是我惹出来，你莫怪爸啦。阿杰啦，你去台北了，阿姨可以回来呢吼，回来甲你老爸回信嘞，拜托伊原谅你，好不好？阿杰啦。 真正免等休困哦，你今仔日休假，其实你唔免来呢。无要紧啊，啊我等去厝内嘛，毋知要创啥，啊阮阿嬷啥物代志都我互我斗用，我着去上班啦。真歹势啊，一回叫你继续我女朋友，演到一半，我家己选袂落。你莫遮尔自责啊，啊是我家己做无好，无甲你斗相共着，是嘞。美玲。 其实你应该打算共真济啊，上至少你帮我面对现实啊。我的代志早晚拢会甲阮爸妈讲，我无可能先撇一死。英杰哥，你那安尼，咱以后是要安怎？一开始讲免去出去，是为着要骗阮爸妈，即摆代志也别空啊，搁演的嘛无什么意思。 对，就歹势。有者我的代志害你甲陆亚文家冤家安尼，啊，佮有当初是你讲要答应甲斗三工的时阵，加减为着志成啊。啊，咱即马安尼，你甲志成两个人讲清楚下袂？讲清楚啊，啊，毋过我。 规定我的代志，阮爸妈即摆嘛知影。啊，续落来你甲之前的代志，咱
若是有需要，我甲伊斗相共。你较打拼的是设计师。美玲，英杰哥，你哪会这么就回来啊？这个时阵，你还搁在放假啊？今日来上班，敢有遐拼？我就惊回来台北时阵会塞车，所以就提早出发啦。美玲姐，英杰哥，今日刚刚去佗？你敢有去拼阿里山，还是去食家己的火鸡肉饭啊？你躺伫遮。我几个拢在底，若是有人起来要安怎？放心啦，我看五路瑶姐伫个。什么嘛，够性格吼。美玲，恁去抓去，敢有好耍？对啊对啊，家吼有迄种介有名迄种新疆鱼啊、土豆啦、蛋卷啦，拢真有名呢。你敢有去食？你拢问着重点啊啦，美玲。即个家你应该看到英杰哥因兜，恁两个是分开睏还是做伙睏啊？最近陆瑶姐啊，心情够歹啦，喝餐酒吼，该讲一话吼，拢会扫地往台北呢。哼，阿弟啊，家己回来。这是咱上班的所在，同事大家互相尊重，莫问这款话话的代志啊。休困的时间也差不多啊，是不是爱小准备一下啊？是。吴丽好。吴丽。你回来。嗯。休困时间已经结束，所有人都去做代志。Hurry up！ 是是。英杰哥，来我的办公室。美玲到底是安怎？我听阮妈咪讲，你是所有亲戚的面头前空哦，这可是真的？哎，代志哪会传甲紧？因为就传来你吃，才亲戚朋友到搞的。表哥，这可是真的？是啊。不过，你甲美玲不是在交往？阮两个是一出戏演出来。所以你骗所有的人，搁骗表舅表舅吗？就是为着阮妈你是假。我嘛无想要骗恁啦。搁再讲，我美玲这回其实是互相斗相共。互相斗相共。叫做你的女朋友美玲，会当有啥物好处？秀英，你是真正听无信。美玲会答应跟我斗相共，是为着无想要继续和志成哥哥甜。美玲若和我做伙，志成对伊就会彻底死心。这嘛是你的目的，敢毋是？经理，我答应你，佮答应阮阿妈的代志，我一定做到够。我无希望阮阿妈为着这件代志佮烦恼。想袂到伊是真心的，伊真正是徛伫我这边啊。美玲这回牺牲真大，伊就要帮我骗阮爸妈。含陆瑶两个姊妹啊，搁拆破面。啊，即摆代志到遮来啊，嘛免搁温暖。你的意思是讲，你要讲出真相？我变安怎是拢无要紧啊，啊，规定阮爸妈对我也无抱任何希望啊。即摆着看美玲啊，若是有需要，我会继续演。表哥，即摆不管是你甲美玲假交往的代志，还是你甲伊查某的代志。拢请你先莫讲出去，好不好？美玲要决定之前，我啥物拢袂讲。啊，不过代志早晚会曝光的。